两用复合弓啊，我现在打的是弹珠，打一下这白色气球。玩复合弓呢，因为它的力道比较大，尽量找一种开阔的地儿啊，最好是有背景的。如果你打箭的话，哪怕你带上箭靶，这个距离你也不敢保证说每一发都不脱靶。如果有背景呢，挡住箭以后你能够捡得回来啊，比较安全。但是打弹珠呢，只要找一个没人开阔地儿啊，你就可以玩就行了。没人的开阔地儿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一斤弹珠呢，像这13的啊，我能就说我称过啊，能腰50多颗吧。一斤弹珠3块多，对吧？还是造价比较低啊。好，首发就拿下了啊。这个距离就是说估算呢还算比较准吧。我用的是第四根针啊，我这5针瞄用的第四根针啊，轻松就拿下了。玩这种复合弓，记住啊，老铁们一定要找开阔没人的地儿啊去打。比弹珠弹弓的弹珠造价肯定要高一点，但是呢也没有高多少啊，因为你每次击发瞄准速度比弹弓要慢很多啊，也就是说速度相当于把你的又省下来了，对吧？